主料：青瓜5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蒜头、泡椒、生抽、鸡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青瓜洗净，准备好泡椒和蒜头。泡椒和蒜头切碎，将青瓜切成片，用盐腌10分钟，腌出水分，然后洗净挤干水分。做锅热油，下蒜蓉煸香，倒入泡椒碎煸出辣味，倒入青瓜翻炒至断生，用盐和鸡粉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青瓜先用盐腌出水分，再炒，口感才会脆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